山东华伟重特机械有限公司是林工集团成员公司，依托林工集团50年工程机械制造经验和技术研发力量，致力于高性价比的小型工程机械研发、制造、销售与服务，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现有 ZL、LG 出口型三大系列产品共计1000余品种，广泛应用于建筑施工、市政环保、新农村建设等领域，远销俄罗斯、澳大利亚、越南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以持续制造可靠的产品和提供周到贴心的优质服务，帮助全球客户创造更高价值。公司在全国率先将轿车工艺应用到小型工程机械生产，新上国内最先进的电泳、抛丸、喷粉涂装生产线，实现了由传统油性漆、水性漆到喷粉工艺的绿色化转型，彻底解决了 VOC 污染问题，解决了小装机械易生锈、褪色等问题。公司拥有设备先进的结构件生产线，焊接自动化率达到88%，通过运输导链 AGV 智能运输车，实现了物料运输互联互通，自动化率达到65%，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。公司引进精益生产管理理念，搭建了 U8、ERP、CMS 等管理系统，实现了供应商订单、计划生产组织、零部件出入库、市场 B 端、C 端的客户体验，一个信息流的网上、掌上快捷办公，大幅提升了管理效能。公司秉承高效、可信赖核心理念，坚持高质量发展，以成为国际化的小型工程机械领先企业为愿景，不断拓展国内和国际市场，实现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持续提高，在新能源、环保等方面与国家政策同频共振，全力推动小型工程机械行业实现绿色发展，在持续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百年企业道路上，重特人奋进不息，创新不止。林工重特，高效可信赖。